三场呢就是四班马跑千二米，有 KJ 要五号，五号非凡达咧曾胜同程，即系五号、十号啊赢过。另外咧就系、是、冇一只马入过位置嘅，除此之外，近啲嘅咧就系、是、八正道三号跑过第四，同埋九号三代同针佢都跑过第四嘅。KJ 要五号、二号，一影住呢只系七号仔宜昌奇兵，唔知点解咁热门咧，上张。汤普森十一倍跑第十一嘅七号仔，而家五倍，夹晚都系五倍。呢两只都几好 ，Jenny 呢只五号、二号、二号、五号都几好。非凡达、陈嘉熙七档，曾经赢过，上次陈嘉熙又系跑第二嘅。另外一只马赢过嘅咧就系十号，全程大胜，不过蔡明少今日真系第一场跑得好差啫。佢有啲咩馬啲飛數唔多，我要三號五號，即係我要巴杜。巴杜只馬入過一次第四，零次落第，上次巴杜跑第四，九十九倍。非凡達咧就贏過本路程，上仗成績都好。人马又合拍，另外只十号咧就上次又跑第八嘅六十九倍，而家咧变咗十五倍。不过咧骑师今日第一场骑得相当差，只最多欢笑，执集爆尾，然后沿途喺内栏，唔系几中意佢啊今日。黄子康要二号、五号、七号，二号叫多姿多彩拖跑此程，上仗热身之后跑第二。骑师就杨明伦，杨明伦就几好嘅档位唔错，二号上次就八倍跑第五嘅二号仔，而家系四倍。我要五号、三号，冇人要三号啊，多人要二号啊。三号就因为上次跑第四好边线，一毫子位置都冇，今次系热门咗，上次九十九倍跑第四。档位又好啊，睇出唔出到闸啊！即系想输咧，就系出闸包尾咁啦，好似就最多欢笑咁。九号而家影住呢只就三代同心艾杜娜，入过第四名嘅九号仔，而家十七倍。呢个频道咧就系录低啲咧闸前啊，睇埋电算机啊，同埋咧争取一有。派彩咧就即刻 upload 嘅，分享啊，服务性质嘅，唔系俾 tips 啊，唔系讲 tips 嗰啲频道嚟噶。想揾翻啲资料咧，就嚟呢度睇差唔多啦。咁唔系咧，就啲嗰啲 tips 频道，你中意就系去第二度揾。十号仔全程大胜，陈胜同程，但系骑师今日表现暧昧。今日第一場咧，佢日日獎啊，本來係報文嘅，換咗俾湯普森都照贏，好慢啊！即係啲泥地五號啦，呢只非凡達現場大熱，夾晚咧就係四倍，陳嘉熙。
蓝白格仔好热啊！啲位置啊，一号仔而家见到呢只叫银亮豪侠，呢只入呢只系澳门买嚟嘅，澳门八战一冠两亚，澳门马会又结束咗啦，即系有啲马嚟咗呢度，系叶彩航马房。二号仔咧就叫多彩多姿杨明伦，就好多。今日嘅 tips 咧就好多 tip 佢嘅，好多 tip 呢个多彩多姿嘅，但系初跑此程，上次八倍跑第五，唔远啊，输得啊，所以都系有原因嘅。七号影住呢只宜昌骑兵，今日多咗好多飞，七号仔五倍，上仗系十一倍跑第尾嘅汤普森。蓝色三七号仔何泽耀，四班千二米，红灯亮起噶啦，入闸噶啦，入得噶啦。Jenny 要五号、二号，我要五号、三号。三号虽然边是六倍，但是位置是 1.8 的，都几多人关注。二号仔多姿多彩，多彩多姿入了。哇，三号仔巴道在这里起琴。不是挺听话的嘛。六号。一石二鸟，梁家俊夜二倍嘅夹万六号，而家39倍，冇乜赛绩嘅呢啲啊。六号仔最叻跑过第四，六号、七号、八号都系最叻跑第四。好，俾啲指令佢，叫佢入闸咧，佢就顺利啦。企定定啊，搞搞阵。三代同心亦都顺利，跟住非凡达啦，银亮豪侠最后入闸成封冠区，第三场嘅草地赛事交俾闸前21蚊，非凡达顺利埋成封冠区，住步马匹准备妥当三场赛事四班千二米嘅短途赛大热系五，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大家都平排约出噶啦，快啲嘅马咧，咁啊见到中间多彩多姿啦，出边非凡达啦，内栏有蜂王啦，外边啊一石二鸟啊，大约第五位就八正道，出边黄毛就乘风冠区啊，后边四只三代同心、银亮豪侠啊，尾二浅蓝衫啊、宜昌骑兵暂时殿后全程大胜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咧放咗出嚟就系顶头大热呢只非凡达噶啦，跟住响第二位就一石二鸟啊，蜂王第三多彩。多姿第四，中间第五八正道啊攞出去，走入边六三紫色眼罩三代同心啊，一路俾人顶喺出边喎，乘风冠区啊，成个马林入边咧，仲有三代同心同埋宜昌骑兵、银亮豪侠嗰啲马包咗落尾，全程大胜嚟噶。好啦，正追直路啦，非凡达抛离咗大约半个身位嘅，见到中间位置有多彩多姿啦，外边追宜昌骑兵啦，中间位置仲有呢只八正道啦，响入边系一石二鸟啊，最出嗰边乘风冠区大外都仲有只啊，全程大胜啊，最后200米到啦，非凡。但埋边仲系占先啊！宜昌骑兵响呢个第二位、第三位嘅马就近啦，内栏蜂王上出嚟，中间位置咧仲有多彩多姿、一石二鸟，出边全城大胜，赢马系非凡达啊！宜昌骑兵第二、第三名咧就非常近啦，埋边蜂王。我陈嘉熙都算系即系积极嗰啲，我中意呢种跑法。我理得你上次点跑系咪？短途争取咗个带头位先。梁家俊隻馬咧就今次多好多飛，上次咪何澤耀隻馬，上次係湯普森十一倍跑十一名啊，跑尾尾啊，今次多好多飛，咁又八號贏咗第三，八號仔叫蜂王，宜昌騎兵蜂王，隻巴道跑到入直路嗰時仲有得叫下佢啊，仲有得 call 下佢，但係阿巴就冇力，陳嘉熙。五号、七号都是热门 Q 之一。
第三名那隻叫冷門，就八號仔就冷門，蜂王冒險東。一彈出嚟，幾位積極去睇，呢位就是陳家熙啦，呢位啊，藍色都不理你咁多，帶咗頭先，呢個巴道啊，呢個啊，喺轉彎之前都幾積極嘅，但係跑跑下冇力，算佢啦。六號喺第二一石二鳥梁家俊夜二倍嘅夾板，現場三十倍都有啊。梁家俊咁啊，八號咧就係跑第三嘅呢只叫蜂王冒險東，而家跟住第三。咁跟住咧就二号仔多彩多姿杨明伦就喺呢一度，咁嚟咗巴度咧上嚟啦，咁有个白鼻梁少少咁啊，白上唇拍上嚟啦，有几步啊跑下，但系跑跑下冇力啊，唔够快啊，咁啊陈家熙喺前面越跑越远，越跑越好，咁跟住咧就有只上嚟啊，呢只何泽耀。一路嗰度冲上嚟，都赢晒后面站马好多噶啦。二号好多贴士界贴嘅，跑跑下又系冇力嘅，同只三号一样。咁啊，里边有只马八号仔嘅，我谂只八号仔赢啊。十号仔冲上嚟好似好劲咁样。十号仔全胜大胜再明少只马赢过本路程啊，翻上嚟都系一毫子位置都冇得收。唔拣佢真系好啊，真系。曾胜同情嘅。非凡达上次又成绩好嘅，夹晚大热系三号无影，上次前三系五号，咁咪赢咗出嚟啦。影紧相啊！而家呢个结局。五号马非凡达，陈家熙跑得几好啊！真系吓，唔好理技术点样都好，咪积极性好好啊嘛。又系热门 Q， 62蚊 Q。